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Yuliani 啊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36岁啊。你结咗婚未啊？结咗婚啊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，一个仔啊。一个仔，几多岁啊？系。你个仔几多岁？8岁。你以前喺香港做咗几多年啊？我做4年。做4年啊？照顾有几多人啊？系。我有3个人。有先生太太，同埋咪个哥哥，同埋边个婆婆同公公。公公婆婆同哥哥同先生，系公公婆婆识唔识得闲噶？识得。识得闲嘅，你点样照顾公公婆婆啊？你点样照顾公公婆婆啊？又系咁样啦，朝朝又落海食嘢，跟住咧又。使唔使推轮椅噶？系，使唔使推轮椅噶？唔使推轮椅嘅，公公婆婆识行嘅。咁你有冇同公公婆婆诶冲凉、冲凉啊、换尿片啊嗰啲咁样噶？冇啊，冇啊。冇嘅，咁你就陪公公婆婆去饮茶。咁你识唔识得买餸煮饭啊？识。你懂得买啲乜嘢啊？买咁多嘢啦。买啲乜嘢啊？你讲啊。买餸啦，买鸡，买猪，买猪肉，买菜咁咪咯。系。咁你煮得好唔好食啊？麻麻地啊！麻麻地啊，好食啊！你识得煮啲咩啊？蒸鱼啊，炒菜嗰啲识唔识啊？识。识啊，咁好，咁你系咪想翻嚟香港做嘢啊？你中意翻嚟香港做嘢啊嘛？系。系，咁好，喺香港见。在香港见。唔好意思啊，听唔清楚。在香港见啊，好，你快啲翻嚟香港啊吓，拜拜。系，拜拜。